我来这里的目标是找到我父亲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担心的话，随时都可以走。这座岛已经不知道路人多少次了，怎么可能还有人活着吗？这不可能！大家别开枪，他是莫王府的人。这不科学啊！你靠什么活下来的？跑！靠快炮还是慢炮？ 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就让你少吃一点宵夜嘛，又胖了吧？闭嘴！哎呀，别回去了。笔记本电脑落坏，别人没关系。我就是一台照相机，一张跑图，早刻在我脑子里了。我……明儿，明儿的同学，同寝死去的同学。行不行？我把你一个人埋这儿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谁啊？宋明啊，我谁？宋瑞阳，我们刚才被我们的队友抛弃了，所以我经历一场重生，我现在有点失忆了，我不记得你是谁了。队友，我们还有其他人。跑！跑！ 快走！快跑！小心点！爸爸，你们家的命草活结太霸道了吗？谁是你爹？他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。 快走！干嘛了？
爸，你要干嘛？我知道了，他是。喝不喝不在哪里？躲在耳朵里。哑巴哑巴会说话，心脏不能停。大爷，我是个男的，我喜欢女娃娃。死定了！这畜生没有眼睛耳朵在动，他应该是通过声音辨别的。
木灵。活着吗？